我是老外币，今晚要出去逃，我是炮星。今天咱们又来玩这个火力对决新模式啊，直达军事基地抢夺直升机。我靠，这玩意这么快的吗？啊，西巴白来了啊！没事没事啊，这个地图上这么多啊，咱们随便找一找就有了。前面不就是吗？对不对？宝贝儿，我来了。没有人吧？哦耶，这是我的啦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因为这个真实服还没更新，这个火力对决啊，这还是体验服的。光子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好9月1号上线的吗？兄弟们，日常举报一波光子，真是太可恶了啊！欺骗我们玩家的感情啊！这队友怎么还在机场啊？快走了，别墨迹啊！咱们抢空投去。哎呦，没撞坏吧？这飞机比较脆呀、啊，被敌人打几枪的话就容易爆炸呀、啊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爱惜呀、啊。准备好了没有，兄弟们？前面敌机加空投，我们全都要。拿不下的话，你们今晚就别吃饭了。准备开火吧！等等，这小子要跑啊？这么怂的吗？我也是服了呀。走了，咱们先来空投去吧。原来还有一队啊！都给我住手！休想抢我空投啊！漂亮，南宁靓仔罗志祥。这名字好眼熟啊，是不是之前很火那个网红啊？他也玩吃鸡呀、啊？哇，队友你太猛了吧！这是直升机啊，不是拖拉机呀、啊，这也太随意了吧？好吧，没什么东西了，只有子弹了。溜了溜了溜了，这飞机还能开吗？都翻掉了，哦，可以的。看来我这个技术可以呀、啊。炮星可是玩 GTA 5出身的，开什么飞机都很在行啊，包括打飞机也很在行。哎，毕竟枪法在那嘛。怎么啦？我的 B6 哦，队友说要把它干下来啊，没问题，交给我了。咱们控制飞机的方向啊，始终把队友那一面面对敌机啊，这样才方可击落他。看到没有？哎呀，哇，吓死我了，差点面对面撞上去了。还好啊，咱们的飞机够硬啊，材料比他好啊。看到没有？他已经沉入了海底了。这小子吃亏就吃亏在没有队友啊，要是有的话能再周旋一下子。咱们队友去填了包啦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空投物资啊，给他拿过来。我这个飞机好像能停在水面上啊，这么厉害的吗？我来看一看啊，咱们再下去一点。等一下，哇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，咱们这个飞机牛逼呀、啊！哎，我的飞机，看完记得点个赞哟，爱你们么么哒。